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西方哲学家里面最有德行的，首推啊，苏格拉底。他有一次跟他的学生上课，一上课呢，苏格拉底啊就示范了一个甩手的动作，从前面啊甩到后面，甩啊300下，那就跟学生讲，这个难不难？学生说不难，很简单。好，那苏格拉底就说，好，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天都做300下。过了一个月，再问，谁还在做？啊，少了一些人。过了2个月，又减少一些。过了半年，大部分呢、啊、都没做了。1年以后啊，再问呢，只有1个学生做了。诸位同修，这个学生是谁？就是柏拉图。所以啊，从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要有成就啊，并不难。重在啊，有没有依教奉行，有没有恒心毅力。所以有恒为成功之本。所以面对老和尚告诉我们2年打根基啊，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到宽为限、谨用功。所以敬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落实在《弟子规》跟十善业道。诸位同修啊，当我们第一福落实的时候，就代表啊，往生啊，有把握了。第一福就可以往生凡圣同居土。那第二福啊，落实在在家人，落实在5戒。那出家法师啊，我们落实在沙弥律仪。最后一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落实在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这2年基础打好了，我们后面3年呢、啊，可以专攻无量寿经，专攻一部大乘经典。那这样5年呢、啊，就能够做啊。真菩萨，那这一个目标啊，并不困难，重在啊，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啊，要去落实。在这几年学佛的过程啊，最重要啊，是在师长的一句教诲，就是所有的佛法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所以当初啊，我要从学院啊回台湾，有同修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回去？你一回去啊，外面这么乱，你又被污染了，所以你不可以回去。但是我们在这几年的修学当中啊，确实啊，是学生啊在成就我，因为我们啊时时关照自己，心啊有没有符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在跟学生互动过程，我们时时啊都在关照，时时啊在修正自己错误的
念头、态度。那也由于接触学生啊，才会让我们更体会到众生的需要在哪里。所以我们的慈悲心啊，就是因为在不断付出的当中啊，被唤醒。所以只要我们念念啊，都是为佛法、为众生，我们就可以境界，在境界当中啊，不断立誓练心。所以这个宽为限，紧用功，也要重视实质，不断的立誓练心去落实，这样才能功夫到智色通。所以我们要越挫啊越勇。所以诸位同修，往后呢，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赵子龙，要怎么样？勇往直前啊，杀出去，绝对不能往后退，不能迟疑，要有气魄啊，咬紧牙关，此生怎么样？正无量寿，用这样的态度啊，去努力。当然，我们啊，也要相关而善，能够有同参道友，依众靠众。所以我在初学的那一段时间之内，也找了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啊，每个礼拜听老和尚讲经，听完以后啊，再一起共修念佛，也维持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啊，宁为成功啊找方法，一定要找到啊对治自己习气、对治自己懈怠的方法，赶快啊要让功夫啊能够提升，能够得力。好，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那当我们遇到一些疑惑的时候，可以啊把它写下来。那之前也提到了，我们能够啊恭恭敬敬听师长讲经啊，往往在听的过程，我们的心量一扩宽啊，问题啊就解决了。那身旁假如有很好的善知识，我们也可以啊找一些时间啊去跟他请教，去跟他学习。毕竟啊，可能善知识一句话把我们一些执着点啊点开来了，我们就能够啊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啊还是要靠个人。而一个人啊悟性的开显啊，也在力行的功夫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能够长生智慧，还在依教奉行。而当我们就教于善知识，问他问题，重点在啊听了以后一定要真干真做。假如我们常常问问题没有落实啊，到最后啊善知识啊可能会越说越少了。因为我们的态度啊也会决定啊这个善知识啊跟我们互动的一种关系。所以当看到我们每一次听啊都能够去落实，非常受教的话，那他们啊也会很欢喜啊来跟我们结这一个法缘。好，那接着看下一段经文，我们啊一起念一下。好，预备起。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砚正，
莫磨偏，心不端，志不静，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独看弊，还原处，虽有疾，倦恕其，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志。好，我们看第一句，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砚正。当我们修学的书房、修学的环境能够很清爽、干净，那我们处在其中啊，也会受到啊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在这样好的气氛之下，每一个人的心啊，容易啊定下来。所以我们经营一个团体道场啊，这个环境啊，一定要让它清爽干净，让每一个来参学的同修啊，看了都会心旷神怡。其实什么叫做广宣流布，什么叫护持正法，其实这一些工作啊，都在护持正法。很有可能很多同修啊，打老远来参观我们的道场，而当他在参观的过程啊，能生欢喜心，对他的道业啊，都是一种助力。甚至于是好，我们接道场的电话，每一个打电话来的同修啊，都会跟我们有接触，而我们的态度谦恭，对于他们所交代的事情啊，都能够细心去处理，啊，给予这些同修啊，就有相当好的印象。这些啊，都是在帮助正法的红传。所以，当他来到我们的道场，还没有打开经典，其实啊，所有工作人员的表演呢，都已经在为人演说了。很多新接触佛教的朋友，他都是会先看看呢，这个我们佛教徒的道场，佛教徒处事待人的态度如何。所以我们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最好的流通佛法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共识啊，对于道场的环境，我们就有责任啊，一起把它做好。好，那自己的家里啊，书房干净，只要我们进入这一个空间啊，心就可以定下来。那积案结，笔砚正，这个桌椅板凳啊，我们要擦干净。其实当我们的房间跟桌子乱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怎么样，随着啊一起乱。好，那当某些时候啊，需要找一些重要的书籍或者重要的文件呢，假如没有摆好会怎么样，找半天呢，在这个找半天的过程呢，自己的清净心啊都不见了。有时候呢，不止清净心不见了，火气怎么样上来了，连全家人啊都怎么样，都遭殃了。所以全家人呢，私底下一定会说，还说学什么《弟子规》，
学成这个样子。所以必须啊，把房间、书桌、书啊放整齐。当环境不乱，我们时时做事可以有条不紊，去应对啊。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已经在修啊禅定的功夫了。因为心不散乱，即是定。定到某种程度啊，就能开智慧。所以，物有定位啊，很重要。另外啊，事忙也要先上账。这些都是做事的规范，这也是持戒。因为你持了做事的好态度，那你在处理事情啊，就不会杂乱，就有定。那处理起来事事都明明白白，就是啊智慧了。所以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啊，也要做好管理工作，不可散乱。假如今天公司给你一个重要的文件，你呢没有放好东西的规矩，到时候临时找不到或丢掉了，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误失啊，把工作都怎么样，都有可能搞砸了。那诸位同学，现在的孩子有没有注意这一些事情？甚至于啊，现在的孩子住在一起，他们有各自的衣物啊。到最后呢，很多衣服袜子啊乱摆，拿出来问说这个是谁的，他们还不知道是谁的。你看买那么多给他们，又不会整理，养成不好的习惯，又啊很浪费。所以物有定位，这个事忙先上账，就是不管啊我们有多忙，只要啊有钱出去了，我们是当会计的、当记录的，一定要赶快啊把它记上去，不然到时候忙个几个小时回来啊忘记了，可能啊就有麻烦了。所以书桌啊，我们要把它整理干净。好，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其实啊，心行一如。所有我们外在的行为啊，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心境。所以我们回想《弟子规》很多的教诲，当我们讲话不恭敬，心啊就不恭敬；当我们比方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这虽然都是外在的行为啊，其实它时时都在影响啊我们的存心。所以，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为什么这些动作那么重要？当一个人在博弈、在积聚、在摇臂的时候，对身体有伤害，对心呢也有伤害。当我们的姿态啊那么随便，慢慢啊心境啊
就会变得随便，变得傲慢。所以古代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啊这些举止威仪？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哇，那这样活起来啊不是很累吗？会不会很累啊？所以人的认知啊刚好相反。比方说，他们会觉得，哦，你学佛以后啊，一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真没自由。其实不学佛啊，才是真没自由。因为不学佛啊，都是习气做主，我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都是随业啊流转，贪嗔痴啊扶不住。那才叫啊痛苦，那才叫啊不自在。而学佛啊，当我们能够处处啊持戒，处处啊能够依教奉行，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些习性啊放下，那几年以后啊，真自在，真快乐。所以相同的，这些行为的规范，它也能够啊影响我们的存心。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大习惯，只要我们突破了这个惯性啊，就会感觉到，当我们言语恭谦，处处有礼貌，处处知进退，内心啊会非常的自在舒服。因为与我们的自性啊相应，而不止自己得利益啊，身旁的亲友啊也都会非常欢喜，如沐啊春风。所以既然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存心，所以我们时时啊也要端正自己的姿势。所以默磨偏心不端，你磨磨的时候呢偏一边呢，这样也不好。所以任何一个动作啊，我们去考虑到啊，如何才能做得很好，如何才能让心啊端正，用这个标准去做啊，就不会有错。志不静，心先病。所以假如我们写字的时候内心啊非常的匆忙着急，那每天又要写那么多字，那我们的心啊在这个时候就在虚妄啊，在堕落了。所以写字的时候啊也要时时啊不慌乱，一笔一画把它写好。那容不容易啊？因为习惯的养成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好方法来让自己写字啊越来越端正？一来啊，当我们的心啊不急躁不散乱，我们的字啊也会慢慢端正。另外一个方法，诸位同修可以去请啊弟子规描红，杨淑芬老师写的《弟子规》描红，每一天啊写一页，保证啊三个月以后你的字会怎么样？刮目相看。这个时候啊，你旁边的人会说：“哎呦，你的字怎么变这么工整？”那你就可以啊把《弟子规》啊介绍给他，然后你就说：“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能够啊从这一些生活细节啊去历练自己的存心，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而且我们写字啊写信啊是跟人啊沟通的一个工具，他到时候他一看说这个学佛人啊字怎么写这么丑，那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说到这里啊就是我的痛处了。所以诸位同修
多多包涵。小时候啊，没有学好，字啊太杂乱，所以从我的身材里面，你们也看得出来，太急躁了。所以我们既然呢发觉缺点啊，就要好好啊，用心的去成长，去突破。好，那我们约定一下，半年以后，我一定要让你们刮目相看。所以确确实实啊，所有的人啊，都在成就我们，都是菩萨，都在啊督促我们，砥砺我们。好，列典籍有定处，读看必还原处。我们把书啊整理好，把它分类好，那每一次要找呢，也很轻松啊，找到了，心啊也不会散乱。看完呢，再把它放好。所以放书啊，要有秩序，要有规则。相同的，家庭里面的生活啊，习惯也要有规则。团体里面也是亦如是。只要有规则啊，就能够循规蹈矩，就不容易处理事情的时候啊，杂乱无章。所以我们接待客人，也可以教导孩子，在这个客人进来过程，应该啊一步一步啊怎么做。假如我们在道场当中，这个同修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安排食衣住行娱乐？怎么样呢？从他的角度，因为他一个人来，或者是第一次来，他可能会有需要哪一些生活所需，或者需要啊了解哪一些资讯，我们能够啊事先帮他想好。所以这些客人同修来了，我们就可以有条不紊啊把他们接待好，让他们宾至啊如归，那这样就会皆大欢喜。所以当然凡事预则立啊，不预则废。所以绝对不能等到客人来了才手忙脚乱啊，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这样呢可能到时候事情啊会搞得比较杂乱，那我们又是这么热心呢、啊、这样就不大好，自己也觉得有愧疚。那同修啊都很仁慈，看着我们手忙脚乱呢，他们也会觉得是不是啊给我们添了麻烦。所以在处理事情当中啊，我们也要注重啊次序，注重管理。好，那这个管理啊也需要啊实际去操作，好，让每一个同修啊训练练习。而且当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啊都可以临时危机处理，互相替换，这样就不会到时候啊唱空城戏了。好，虽有疾倦速起，有缺坏就补之。在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我们也把书啊放好，不要到时候啊因为急忙着急啊把书弄脏或者弄不见了，这样就不好。有缺坏就补之。以前的人啊对于东西非常的爱惜，所以书只要啊有所损害了，他会赶快啊把它补好修好。所以唯有对于书本爱惜啊，我们才会升起恭敬之心。那夫子啊
晚年呢学易经非常认真，在经典里面也提到，夫子看易经看到尾边三绝，这个尾边啊是用牛皮做的，这个在绑书的，因为常常阅读啊，翻的次数很多啊，这个尾边啊断了三次，但是一来啊，我们可以体会出来孔老夫子啊好学的态度，再来也可以了解到啊夫子啊对于书本的爱惜。所以当然啊，这一句经文啊不单是这一杯结晶很好的水啊怕我不喝，所以因为已经最后一堂课了，他提醒我一定要喝它一下，所以我们不可以偏心，要一视同仁。所以从尾边三绝啊，我们感受到夫子的好学，也感受到夫子啊爱惜物品，非常节俭。所以书本要爱护，事实上啊，所有的日常用品啊也应该好好爱惜，它的寿命啊就可以用得很长久。所以当我们到一些同修家里，一些善知识家里啊，只要你专心啊多看多听，也可以从啊他在对待整个物品当中啊学到一些很好的态度。像杨老师他一定啊会把电视机啊上面摆一个布，看完电视啊一定要怎么样把它盖起来。所以我们时时啊珍惜物品，爱物者啊物恒爱之。所以人家为什么用东西可以用那么久，我们为什么用那么短，其中啊必有缘故。所以凡事啊要爱惜所有的东西，这也是啊修我们的恭敬之心。好，再来，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这个污染的力量啊确实相当的大，但是当污染产生啊，我们要把污染去除啊可能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精神啊都不一定能够成就。所以四大天王所表的法，我们要深刻啊去领受。为什么入山门啊就这样提醒我们，那对我们的道业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以东方持国天王，那经典里面呢、啊、我们也要去领会小大圆融，治国跟治家方法纲领呢、啊、是一呀、啊、不是二。所以持国持家首重啊告诉我们要尽忠职守，要能敦伦敬奋，这是东方持国天王给我们的提醒。而持国天王啊手上拿了一只琵琶，那琵琶所表的法也告诉我们，琵琶太紧了，弹了会怎么样？会断。所以当人与人之间言语太刻薄，做事啊太急躁啊，就很容易产生摩擦，所以不可太过。那琵琶假如太松了会怎么样？那就弹不出声音来了，所以不可不急，
所以掌握中庸之道。所以管孩子也是一样，要恩威并济，不可太松啊，也不可太严格，太严格了可能会有副作用。男方增长天王时时提醒我们要精进不断，而且要用慧见，用智慧啊来解决事情。好，诸位同修，你们现在有没有理智啦？有没有？我们有理智啊，往后才不会啊再造业啊，才能够真正做到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假如没有办法提起理智啊，那这句话也只是随口念过了。好，所以要掌握理智的纲领，我们掌握了没有？有没有掌握？掌握《弟子规》，这个就是处事待人的纲领所在。好，所以东方持国天王，南方持国天王，应该遵循的这些道理啊，一定要从今啊以后把它落实好。而《弟子规》能不能落实东方持国天王？当然可以。这个伦常大道啊，从孝悌扎根好。好，再来，西方广目天王。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确确实实是几千年历史以来啊最复杂的时代。假如我们啊不在复杂当中找出正确的做人做事原则，真的会啊被这个大时代啊搞得晕头转向，很有可能随波啊逐流了。诸位同修，我们在世间啊会无形当中沾染名闻利养，那有没有可能又把名闻利养啊带进佛门啊？这个都要有相当谨慎哦。今天假如在家庭、在公司搞名闻利养啊，这个果报还不惨烈哦。进了佛门搞名闻利养啊，那影响的面就怎么样？很大了。所以更应该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时时要掌握啊不变的原则，不管环境人事再怎么复杂，我们抓到重要要孝、要悌、要谨、要信、要爱众、要亲人、要学习。这个就好像啊西方广目天王那一颗啊龙珠，那是不变的原则。北方多闻天王拿了一把伞，在我们多看多听当中也要懂得啊防止污染。所以经文说非圣书秉物事，那除了书会污染，还有哪些东西会污染？这个我们要引导小孩啊防止污染，所以也要训练他们摒除这些电视电脑的污染，甚至于是斗闹场绝勿进，邪僻事绝勿问，这一些不好的环境人群也要懂得敬而远之。所以这一些态度一定要教。而其实啊只要从小熏习的是圣贤教诲，当他们遇到是杀盗淫妄的东西啊，他就自然啊会觉得不舒服，会啊离开。当然首先啊他那个根基啊
要扎牢才行。再来，当他人在是非人我，在传递一些不好的讯息，我们啊要赶快离开。假如在谈论是非人我，你虽然啊没有插嘴，但是你坐在那里，这样好不好？不好。因为啊其他的人可能会说，哦，他们在谈那个的时候啊，谁也在里面，他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你可能啊又会无谓啊惹来误会。所以是非之地啊不可久留。而且啊我们的定功啊也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应该啊离开，敬而远之。有一个孩子啊，他很小，结果因为母亲啊觉得书看多啊对他啊有帮助，所以也买很多书啊让他看。那本来呢他很想啊有一个弟弟，都会啊叫他妈妈说，妈妈你再生一个弟弟。后来阅读的书量很大，看很多书，有一天啊就跟他母亲讲，他说，母亲啊你不可以再生弟弟，因为你生了弟弟啊就不爱我了。因为书籍里面啊有心理学的书籍，所以你看小孩啊年纪这么小，他已经啊产生这种对人的嫉妒分别的认知。小小一本书啊一污染，要去他这个私心呢、啊、要去多久？老师啊整整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呢、啊、才把他这种私心啊转化过来。所以诸位家长，诸位同修，我们面对小孩，甚至于啊面对我们身旁的亲友，也啊要帮他们防止污染。不然啊看了书以后啊要再啊把它拉回来啊确确实实不容易。好，必聪明坏心智。所以我们自己啊对于污染的东西要很有警觉性。《论语》里面有提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不该看的不要看，报纸啊电视啊尽量啊不要看，因为我们的定功不够啊会受影响。好，那诸位男士啊美女也不可以看，因为我们的定功啊还不够，所以遇到美女啊你要呢更积极念佛，这样也是立誓啊念心。我们要突然想到印光大师的教诲，遇到比我们年长的、啊、要当母亲看，遇到我们比较相近年纪的要把它当姐妹看，遇到比我们年幼的要把它当孩子儿女看。这个也是啊立誓念心的方法。当然只要你感觉到所见的东西会污染你的清净心，这个时候啊警觉性一定要提起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听到一些言语一些音乐会影响我们，我们啊也要先啊避开，好好啊先把境界提升。诸位同修，我们看看现在的音乐都是什么音乐、啊、所以古代到一个地方啊要了解风土民情，都先啊采集
现在当下的因缘。孝经里面提到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所以音乐啊感人至深，但是音乐啊要让人堕落啊速度也很快。所以现在的青少年心为什么这么浮动，每天都唱什么？唱这一些摇滚的音乐，整个心都散乱。所以啊，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所以呢，听那些情歌啊，根本就没谈过恋爱。听情歌可以听到哈，唱给别人听，别人在底下掉眼泪。那其实谁污染最大？自己。为赋新词啊，强说愁。所以那种音乐啊，唤醒了无始劫以来的分别执着，要不得。幸好《无量寿经》的经文把我拉回来。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那都苦乐自当了，你还要干傻事吗？那不是自讨苦吃啊！好，所以非礼勿听，这会干扰自己。再来，非礼勿言，不当的言语啊，影响别人，也影响自己。所以，坚巧语，会污词，视景气，切戒之。这一些我们也要时时啊提醒自己。再来，非礼勿动，所有这个动作啊会影响我们清净心的，也不应该去做。好，我们看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走在路上勾肩搭背，好不好？看起来啊就不舒服。好，所以非礼勿动，我们有哪一些行为动作啊会让人家生烦恼，也不应该啊做出来。好，我当老师这么久啊，跟学生关系啊也挺好，那很多老师就觉得啊跟学生要打成一片，所以有一些学生啊跟老师也怎么样勾在一起，好不好？那都啊矫枉过正啊。跟孩子亲啊是要从你的爱心跟真诚啊，不是跟他啊一样的行为见解啊。所以虽然距离很近啊，我们不失啊为师的威严。所以你当你是这样的态度啊，不随便不苟且啊，小孩虽然跟你很亲啊，也不会乱拍你的肩膀，乱啊搭你的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无形的威仪呈现出来的一种风范。所以非礼勿动，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地方啊来时时关照心啊有没有受影响受污染。除了非圣书不能看啊，跟我们不同宗派的书啊我们也先不要看，先一门深入专修净土，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偶业大师也提到啊，不为他其所惑，名大智慧。既然已经选择这一条当生成就的路啊，我们就不要啊再打闲岔出来。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所以我们也提到了要对自己啊有信心，佛所言啊绝非虚言。所谓啊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心经》也说到了，无智亦无德啊，以无所得故。所以我们的本性自性啊，本来就有，只要我们能够依循圣贤人的教诲，肯把我们的分别执着放下，那我们也可以啊，在这一生啊，契入诸佛菩萨的境界。而师父上人以他几十年学佛的经验，在《华严经》当中理会到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么样殊胜的体悟啊，教诲我们，让我们能够马上啊念这一句佛号，行超普贤啊，登彼岸。所以是故博闻诸智士，因信我教如实言。好，如是妙法性听闻，哎，确实我们都听闻了，因常念佛而生喜。所以一定要好好掌握这个机会，好好持这一句万德洪名，进而啊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啊真善友，我们自利利他，自行圆满，自他圆满，这个目标啊就可以不断迈进。所以我们读《弟子规》啊，读到最后一句话要特别大声：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不是因为念完了所以很大声哈。所以孟夫子啊也教诲我们，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啊亦堕事。所以圣哲人佛菩萨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啊好好去达成，这样才啊对得起他们的恩德。啊，《弟子规》啊，我们讲解完毕。那最后呢，我谈一下这一两年啊，自己在教学、在学佛这一段过程的一种深刻感受，让我感受到啊，其实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很简单的，不是啊很复杂。所谓大道至简，真心啊是能感，境界啊才是所感。当我们闻到师父上人的教诲，内心啊非常欢喜，自己啊也找到啊人生的目标方向，那个对一个人的内心啊确实有很强的稳定力量。而当我们知道啊人生应该如何啊走出这个迷惑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希望啊让更多的人走出人生的迷惑。所以学习的过程啊也时时提醒自己要众生无边啊誓愿度。当然根本啊还是要从自己啊开始做起。所以在这个过程啊也能够啊常常落实在生活工作与处事待人接物之中。那因为体会到啊末法时期异义人修行啊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啊得度生死。所以末法当中众生想要离苦得乐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念佛求生。而我们刚好啊又遇到了，所以看到师父上人啊这么样的
苦口婆心，这么辛劳啊，在世界各地弘法立身。所以啊，我们起了一个念头啊，希望啊能帮师长啊分担一些工作。其实啊，只是起了一个念头，佛菩萨自有安排，所以也很顺利啊。辞掉工作以后，我就起了一个念头，希望到澳洲晋中学院呢、啊，能够遇到一个好的中国文化的老师，因为那时候教学生经典，也体会到啊，中国为什么可以接大乘佛法，原因就在啊，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所以希望啊，能有一位中国文化的老师。另外啊，还希望有一个善知识啊，能够在身旁啊，点点滴滴的提醒。结果呢，来了晋中学院呢、啊，杨老师啊，就坐在讲桌上，我们都啊不用担心。那卢叔叔啊，就坐在我的旁边，一格啊也没有空。所以真心能感境界所感，所以只要我们的真心真的发出来啊，佛菩萨一定会安排得很好。那今天有缘啊，跟诸位同修啊一起在念佛的路上一起研究讨论切磋，也希望啊我们往后啊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阿弥陀佛。